你帶大家參觀一下我張牀啊，好污糟，嗰啲牆爛咗。然後而家是早上的11点钟，领导已经很专心在导演你好吗？导演你好啊！今天拍什么啊？你今天我们拍 MC 张天赋花海的 MV， 我们会准时收工就好了，希望会准时收工啦，只要什么希望。好啦，跟住咧，今日嘅其中一幕咧就係影女主角要食意粉啦。我 zoom 近呢個意粉先。村友就問下 Gigi 點解食意粉？點解唔可以食下米粉？食下雪菜肉絲。Gigi， 我想訪問你一樣嘢啊。點解咧女主角今日食意粉嘅？點解係嘛？因為意粉咧係一樣我覺得幾有 sex appeal 嘅嘢嚟嘅。哦，米粉就冇啦。米粉都其實係有嘅。要有三個馬桶唔罕見，三個人同時都要坐在馬桶度先有罕見。誒咁啱咪肚餓，係啊，琴晚飲咗奶茶。咁就嚇，你飲食啲咯，係啊，一個係傾住電話嚟食。高層拍賣會，紙巾，高級柔軟。三層彈性紙巾一張，抹屁屁一流。歡迎收睇《都市傳說》，傳聞呢一區每逢3点至4点，喺我身後呢一個廁所將會出一啲離奇事件。事不宜遲，我即刻帶大家直擊。呢個。非常之陰暗，非常之陰森。我做唔到落去啦，我唔落啦。哇！燒出咗啊！點解要整三個？唔係啊，因為係咁噶嘛。點解係？係點啊？以前係咁噶，為咗節省資源咧，係三個馬桶一齊去噶。好好哭乾眼淚，用掉全部過去。好想進水，忍一忍啦就得噶啦，滿唔滿意啊，張生？好硬啊，好硬壓縮佢，好扁嘅佢。咁所以我覺得係冇用咯。要不吃骨汤？哇，不得了啊！好幸福啊，你个。一个咯。好，转头要跳舞了。
係玻璃聽啊！我要呢只 MC 指明要呢只耳好啊，好啊，大家唔好笑我啊 ！Sorry 啊，唔係我自己，唔係我自己要播噶啦，要播噶啦！我目標即刻出曬嚟啦！支持導演啊！你話可以試翻一次俾我睇啊！導演，可唔可以掟一次啊？是不是那些是就是这些我也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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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来啊！来来来，有怪声怪气，难听的火热小天气。好的。那些是非对错的问题，满街都是为感情。好的。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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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尽咗能力啦，尽咗能力啦。但你跳舞呢 part 系优秀，有边一 part 系唔优秀？冇，佢整个人都系优秀。你今日存在喺呢度就系优秀。他那個笑唔該影佢虛偽嗰個樣，真心。在了会失足花开诗意如画我心小不可收工了，今次是这么多 MV 之中最早收工的一次，也都是没有 delay， 还有得早走。我跟你说收工这一下才是第一次收工了，早收了。 Oh my god， 何用再等共地痛回忆小确幸，夜里辗转翻出高分，同游往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道远抱紧，故意失足花海诗意如画，教我好好珍惜留下烙印。注定碰上你，才显一切寂寞铭记。难得这故事有结尾，让我轻轻细味。我想要牵着你一起走，我给你最好的生活条件。